嗨，大家午安。好，今天是最期中考前最后一次上课啦，太开心了。利尔康，康。哎，利尔康是，你是谁？发现现在还是记不太起来大家的名字。如果你们在路上有遇到我的话，就可以跟我打招呼啦。但我应该认不得，就是谁是谁。没有28。没有。但是28其实好。
就是没有，老实说没有，就是没有。就因为我占用太多助教课时间了，然后老师好像讲不太完。其实十八到二十七也是蛮多的、啊，已经十个章节了，好好准备吧。记了吗？什么？太快了吧？嗯？啊！阿谦是玉谦吗？结果今天还是只有二十个人左右而已。好，反正就是，我就把礼拜三的 office hour 移到今天，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待会四点半之后看你可以上 U meeting， 或者是留在这里继续问都可以。
然后我今天没有去借另外一台 cam， 所以收音可能不太好。那我尽量维持这个角度，然后如果等一下有听不清楚的话，可以再随时跟我讲。3:20了，我们准备开始吧。好，24个人而已，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今天是期中考前最后一次的助教课，然后关于考试的注意事项就是已经有先寄一部分给大家了，然后也在酷我公告区，所以大家自己上酷我看。哇啊，好，我今天好像有气无力的，就是讲话虚虚的。好，那我们今天一样呢，就是会有一些简单的复习，但是应该是穿插在讲解中间啦。对，然后主要是做作业三的讲解。那作业三的讲解的话，我们的顺序会是先讲第四题，再讲第1、2、3题这样子。好，那提醒大家的部分就是期中考试是下礼拜一，然后麻烦大家下午1:20上线。那范围就是从 auction 开始考到27章，应该是 factor market 的部分。对，那有关考试的进一步消息呢，会在即兴跟大家讲。好，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礼拜三就是我不会开 U meeting hour， 那我今天的我的 U meeting hour 就移到今天的助教课课后，所以你可以留在助教课完，你可以留在这里，就是继续问问题，或者是你可以去 U meeting 那边问老师问题都可以。好，那但是在礼拜五前呢，就礼拜五下午5点前，如果你有寄信来问我问题的话，我都会回你。然后，可是如果你是在周末寄信的话，我就不保证有办法回你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还有一些你可以问问题的时间，那要记得把握。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找网路顺的地方，要确保你酷我连得上的地方就好了。对，酷我连得上，就是1:20到4:20这段时间，你的酷我连得上的地方。好，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就是好，这是最后一次助教课，然后请大家好好的把握，好好的把握时间，对。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尽量提出来。那就是一样要讲解智慧，可是这是我看到有趣的智慧，可是好像不太适合在这里讲，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大家应该有在学生交流版吗？还是在黑特台大4.0看到。好，那就不讲这一部分的智慧了，就是有点糟糕的智慧。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介绍的字呢是 hypnagogic 这个单字。那这就是也是我刚刚在手机上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形容就是在睡觉前的一段时间发生的状态的事情。好，对。那可以看直接看例句，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睡前经过就是一些幻觉的现象啊，然后通常是一些很可怕的幻觉。那些幻觉就是有点介在醒醒跟睡睡之间的一种状态跟现象。对，好，那这个字呢，hypnagogic 这个字就是它一样，就是有字首跟字尾。那它字首呢是 hyp。hypn， 然后这个字是意思是跟睡觉有关。那 agogus 呢是引起的意思，所以 hypnagogic 就是个睡觉引起的现象。然后这两个字根都是从希腊字来的，对，希腊字。那可是它第希腊字来之后是被先在法文里面被使用，然后到19世纪才被借来
英文里面使用。好，那最有名的这种就是睡前的一些醒醒睡睡的状态呢，就是应该是化学里面的现象啊，像是像门德列夫梦到他的在醒醒睡睡之间梦到他的元素周期表，或者是另外一个德国的化学家，就是这我不太会念 Kekule von Stradonis， 就是这个人呢，他是第一个发现或发明就是苯环构造的人。苯环构造大家知道是什么吧？就是苯环构造就是长得这样子，一个六角形，然后这样子，不对，这样子，这是苯环构造。然后传说就是这是他在睡觉前，就是醒醒睡睡之间梦到一只蛇咬住他的尾巴，就很像就是苯环一样，就是一只蛇咬住他的尾巴。对，那苯环的构造就这样子被发现或发明出来的。OK， 好，那这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有趣的单字，那就是助教课其实也蛮是在醒醒睡睡之间，就是大家在学东西啊。那希望就是让大家尽量都是醒着，不是睡着的就好了。好，那下一个，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第三份作业的第四题。好。第三份作业的，声音应该有清楚吧？好，那第三份作业的第四题呢？它是一个独占厂商的问题，就是这个厂商生产苹果，然后但是它有两种生产苹果的技术，一种技术是 A， 一种技术是 B。然后题目有跟我们讲说，技术 A 是使用很贵的机器，然后也有使用劳力跟自然资源。那技术 A 的 total cost function TCA， 然后它的跟它的产量之间关系是total cost 等于16加上产量 Q。对，好，那技术 B 呢？它是只有使用劳力跟自然资源的一个不一样的技术。那它的 total cost function 就是6Q。好。那题目重要的资讯就是留在上面了。那题目又进一步跟我们讲说，假设现在就是这个厂商生产苹果的这个制造者呢，就是他面对到的demand 市场的那个 demand 是 Q 等于9减掉 P， 那 P 是苹果的价格。好，那 4A 小题呢，就是要问我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厂商是利润极大化的，那他会使用哪一种技术？那他使用哪一种技术？然后他用那一种技术生产多少苹果？然后他会卖苹果多少钱？然后还有他的利润得到的是多少？好。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就是厂商的最适选择问题，你把它写下来，就是它极大化它的利润，它利润呢就是它的 revenue 减掉 total cost 的部分，所以它的它是一个 monopoly， 它的最适条件就是把你的利润对产量 y 去做偏微分，那得到的 FOC 就是 MR 等于 MC 这个式子。好。那这个式子里面，我们可以先看就是左边的部分 ，MR 是多少？我们知道 revenue 是 P 等于revenue 等于 P 乘上 Q 嘛，对不对？好，那 Q 跟 P 的关系，在一个 monopoly 的时候呢，它直接面对到市场的 demand， 所以我们可以把 Q 换成就是透过它 demand function 换成一个 P 的函数。所以revenue 就是它原本有两个。变数的函数嘛，那它就只剩下一个变数是 P， 所以 marginal revenue 呢，通常是对 Q 微分，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剩下一个变数，我们只要对 P 微分就好了，所以它的 revenue 就是marginal revenue 就是9减 2P。 好，那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呢，再来我们对两个技术分别去
求他们的 marginal cost 是多少。好，那技术 A 的 marginal cost 是多少？原本这里是跟它的，这里是它的产量嘛，那这里也是它的产 total cost， 这里也是它的产量。那因为产量跟就是一个 monopoly， 它的产量直接是丢到市场嘛，所以它的那个最终的产量，我们可以直接拿demand function 就是带进去是多少。所以把 demand function 带进去多少，就是一样把一个 cost function 换成它是一个 p 的函数。那technology A 跟 technology B 都一样，对。那都换成是一个 p 的函数之后呢，再来就是你就把它对 p 分别对它面对到的价格 pa 跟 pb 偏微分，你就可以得到它的 marginal cost。technology A 是一负一，然后 technology B 是负六。好，那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个 marginal revenue 跟两个 marginal cost。那接下来你就分别把marginal revenue 等于第一个 marginal cost 跟marginal revenue 等于第二个 marginal cost 去做两个等式，你就可以求得，就是如果使用第一个 technology 的话，它的市场，苹果的市场价格要是5，那如果使用第二个 technology 的话，它的苹果市场的价格要是1/2。那再来你就可以把它带进去P 有了，你就可以把它带进去，分别带回去这里，你就可以求得他们的 total cost。 technology A 的 total cost 是20单位，20块钱，然后 technology B 的 total cost 是9块钱。那最后呢，你再把 total cost 带进去跟 revenue 求解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利润。如果使用 technology A 生产的话，利润是0，然后如果是使用 technology B 生产的话，利润是1/4。所以在面对到刚刚看到的 demand function长的是Q 减掉 9P 的时候呢，好，那technology B 的利润看起来就是比 technology A 的利润还要大，所以对于一个生产苹果的利润极大化厂商来说，就是 technology B 在面对到这样的 demand function 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会选择 technology B。 好，我看一下哦， Richard 问说 4A marginal revenue 为什么是 9-2P， 这里就是 marginal revenue， 你把 Q 代换成 P 之后啊，它这是一个 9P、有点难写，P 乘上 Q， 然后看一下哦，然后等于 P 乘上9-P， 所以它就是9P 减掉 P 平方，然后这个是 revenue 嘛，所以 marginal revenue 就是把这个东西对 P 偏微分就好啦，就是对 P 偏微分的话就是9-2P。当然最好的话你可以把它全部换成 Q 也可以，可是反正在 revenue 这里原本是一个 PQ 的函数，然后 PQ 透过 demand function 连上，所以你可以把 revenue PQ 全部写成 revenue P 或者是 revenue Q 都 OK， 都 OK。看你想要留下哪一个变数，那你后面的解方程式就用那个变数就好了。对，都 OK， 都 OK， 结论是都 OK。你把它换成 Q， 做出来的答案跟我会是一样的。对，好。
你们想把它换成 Q， 然后自己算算看，算一次也是 OK。那算成 Q 的话，你就可以知道 Q 是多少，然后带进去，那得到的 total cost 一样会是这个数值，得到的利润一样会是这个数值。PA 跟 PB 的价格不同，对啊，因为他们是使用不同的技术，所以价格不同。那但是最后生产者只要选一个技术，使它的利润会极大化就好了。嗯，红安的问题我看不太懂。Marginal revenue， marginal cost 九减 PA， 因为这里有一个 plan 啊，这里有一个 plan 我还没有微分啊。plan 是微分的意思，然后这里面是 total cost 的意思，对 ，total cost， 然后把 Q 替换成就是 P。Q 跟 P 的关系不是线性，是还是可以这样子算吗？只要你面对到一个 demand function， 你就可以这样子算。你跟你的 P 跟 Q 有关系，就可以这样子算。但是如果没有给你 demand function 的话，就不能这样子做。对，对，那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对 P 偏微，在有 demand function 把Q 跟 P 的关系拉上之后，对 Q 的偏微分跟对 P 的偏微分是一样的意思。那所以这一题我是把它全部代换成是 P 的函数。那 P 的函数你也可以把它全部再替换成回来是 Q 的函数啊。你知道 P， 哎 ，Q 等于九减 P， 所以 P 等于哎多少？P 等于9减 Q， 你也可以把它全部替换成 P 等于9减 Q， 然后放进去 P 里面做。默认苹果可以切割吗？可以啊。对，如果题目没有跟你说它是离散的话，就是连续函数。像是上次的 bucket 跟 labor， 就是它有跟你讲说，一个工人最多拿两个水桶。然后 labor 是连 labor 数量是quantified 的话，就是你就要用离散的方式去解。好，那4A 的部分就到这里。好， 4B 的话，接下来 4B， 哎，我还没回到。好， 4B 的话问你说，在同样的苹果制造商有两种技术，然后但是他面对到的 demand function 从 Q 等于9减 P， 就是这里变成 Q 等于11减 P， Q 等于11减 P， 好，就是 demand 变成这样子了。那再来，要问你说所有 DA 小题问你的问题，就是你要再做一次。好，那这时候这就非常简单啊，就是一样。哎，好，大家如果觉得看成 Q 不好看的话，我做一次。哎，看成换成 P 好看的话，我把它做一次换成 Q 的。所以这里会变成这样子。11减 Q 乘上 Q， 对不对？那 marginal revenue 就等于11减掉 2Q， OK 吗？好，那 marginal cost 的厂商技术 A 跟技术 B 一样，就是看一下哦，你把它换成 Q 的函数。哎，其实不用换，因为它就是16加 Q， 然后对 Q 偏微分，然后还有6Q 对 Q 偏微分，所以就等于1跟等于6。好，所以你这样子就可以把使用 A 的技术的 Q 算出来，
等于五，然后使用 B 的基数算出来的 Q 等于放进去五，二分之五吧，二分之五吧，对，然后带进去，你就知道它的 P 是。这个的 PA 是6块钱，然后 PB 是11减掉2分之5 ,22 减 5,PB 是2分之22,16 吧 ,16 还是78块钱吧 ,27, 2分之17。22减5是17，对。好，所以 计算到这里，就是就看到 PA 跟 PB 一样。我原本 我的头面上面是对 P 偏微分，然后对 Q 偏微分一样 ，PA 跟 PB 跟就是投影片上计算的结果一样了。所以 total cost 跟它的利润我就不计算了。对，你把它带 PQ 带回去算它的 revenue， 然后算它的 total cost， 然后再算出它的 profit， 你就可以知道，如果面对到 Q 等于11减 P 的这个 demand function 的时候呢，技术 A 得到的 revenue 的 profit 会是9块钱，然后技术 B 的 profit 会是25%，那显然的九块钱比25%还要大，所以面对到 Q 等于11减 P 的这个 demand function 的时候呢，这个苹果的 producer 选技术 A 是比较好的。好，那4B 小题就讲解到这里，希望大家听清楚。好，那4C 小题呢？好，4C 小题，跟你说，就是厂商，有可能会面对到 A 小题的 demand function， 也有可能会面对到 B 小题的 demand function， 但是他不知道会实际上会碰到哪种 demand function。好，那他跟你讲说，这两种 demand function 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可是他在做出他的要使用 A 跟要使用技术 A 还技术 B 的这个决策的时候呢，是他还不知道哪一个 demand function 会被 realized 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期望效用值是多少，然后能想办法尽量去极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然后去选择一个技术是他期望效用最大的。那他有跟我们讲说，就是这个厂商的 Bernoulli function 呢，跟他的 profit 有关，然后是他的 profit 的二分之一次方。好，这些就是我们有的条件，所以四 C 小题。哎，我刚刚写这么多。好，这是四 B 小题，就是全部换成 Q 的作答方式。好，就是验算结果是 PA 等于6，然后 PB 等于二分之17。所以 A 小题你也可以全部换成 Q， 那答案会是一样的。好，那 C 小题的话呢，就要请大家稍微回忆一下，就是一个决行为者在有风险的情况之下，他会怎么样去做决策？那这应该是上学期讲课的范围，就是我们一样套用就是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的理论的部分。那只是呢，就是因为风险我们知道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状态，那各种不同的状态之下，它都有对应它的 utility， 对，那它怎么算出它各种风险不同状态之下的 utility 呢？就是透过 Bernoulli function 得到，对。那Bernoulli function 是说，它在某个状态之下的 utility 是多少？可是那个状态要是确定，那个状态会发生的状况，对。
那可是我们在最后在选择行为者的决策模式的时候，计算的是期望效用，就是 expected utility 的部分。那 expected utility 的部分呢，其实是它的那个状态发生的几率乘上那个状态下获得的效用值，也就是本努力方选的加总，也就是它是一个加权平均的概念。所以 expected utility 呢，其实是本努力方选乘上probability， 就是那个状态发生的几率。好，那再回忆一下，我们在那个期望效用跟 risk 那边还有讲了什么东西，就是你的算出来的期望效用呢，会是凹向还是凸向的，其实就决定了你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或者是风险趋避者。那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偏好者的话，风险偏好者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你实际你在某个状态是几率性的发生的，对，那它的几率有可能是状态 A 跟状态 B 的混合的几率。对，那可是你在那个状态下实际上拿到的效用值会比 AB 的效用值的加权平均就是还要来得高的话，你就是一个爱好风险的人。那相反的，如果你在那个状态 C 拿到的得到的实际上得到的效用呢，比你在 A 跟 B 的加权平均状态下拿到的那个期望效用还要低的话呢，你就是一个风险趋避者。那我们在期望效用那边说，那边的期望效用是凸向原点，就是凸向原点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你是一个风险趋避者的话，你的期望效用才会是凸向原点。对，好，那快速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期望效用跟风险的东西。有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自己回去看 Barron 在前面十几章的部分，对，我们有讨论到这件事情。好，那再来就是要把技术 A 跟技术 B 的期望效用算出来。好，那技术 A 跟技术 B 就是的期望效用是多少？我们刚刚知道，demand function D A 小题的 demand function 跟 D B 小题的 demand function 出现的状况，出现的几率是一样的，所以都是 0.5。 那 D A 小题 A 厂商得到的 profit 是0，然后在 D B 小题 A 厂商得到的 profit 是3吧？看一下，回去看一下上面的。好，我们回去把这利润都写下来。D A 小题发生的 probability 是 0.5， 然后厂商 A 得到的，技术 A 得到的利润，技术 B 得到的利润，然后 D B 小题也一样，就是把它写下来。这里得到的利润是0，然后技术 B 得到的利润是1/9，4/9，对不起。好 ，DB 小题呢，技术 A 的利润是9，然后技术 B 的利润是4/25。好，所以你的本路你就可以对两个技术分别得到它的期望效用是多少？就是第一个技术的期望效用就是 0.5 乘上根号0，加上 0.5 乘上根号9。好，那它就是1/3。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应该有啦。好，对，那接下来第二个技术 B， 它的期望效用是 0.5 乘上根号的4/9，加上 0.5 乘上根号的4/25，就是2/23加上2/25，就是4/8。4/8就是2。好，所以从计算它的期望效用呢，我们就知道就是
在不知道你的 demand function 是哪一个出现，实际上是哪一个出现的时候呢？选择技术 B 的期望效用值是 2， 然后选择技术 A 的期望效用值是3/2，所以技术 B 的期望效用值比较高。那如果他是一个期望效用极大化的人的话，他会选择技术 B。好，那4C 小题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看一下哦，3:50，好像还可以。好，大家再看一下计算方式，就是这样子。你要计算出他们分别的期望效用值是多少，跟这个是 B 技术 B 的期望效用值，对。还记得我们开学的时候有说，就是我们用的数学其实不困难，就是最多就用到期望值。那这里会用到一次期望值，那之后赛局应该还会再用一次期望值。所以大家忘记期望值的是什么的话，就是可以找时间再复习一下。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回到讲解第一题。好。那第一题的话，题目跟我们说，EVA 这家航空公司呢，它有两个可能潜在可能的客户，一个叫 Jane， 一个叫 Elizabeth。然后 Jane 的 demand function 是 P 减掉 3X， 然后 P 是航空公司卖票的价格 ，X 是它的量。那Elizabeth 一样，就是它 demand function 也是 P 跟 X 的函数。那它是 P 减掉 2X。 好，那题目进一步还有跟我们说什么事情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EVA这家航空公司它是 Zero Fixed Cost 跟 Zero Marginal Cost 这两个条件。 OK， 那第 A 小题问我们什么问题呢？如果EVA可以对他们做价格区别，但是只能设定一个价格，对两个人都只能设定一个价格的话，它的最佳价格要选择多少才能够让EVA的利润是极大的？好，那1A 小题的话，就是我们要考虑两个情况，因为它只能设定一个价格嘛。那如果它的设定的价格小于2块钱的时候呢 ，Elizabeth 跟Jane 才有可能同时买EVA 的机票。那如果他设定的价格大于2块钱的话呢？大于等2块钱的话，就只有 Jane 会买这个机票。所以我们先设想，就是 OK， 那目前的情况是EVA 卖的票价是大于2块钱，所以就 Jane 买这个机票的情况。所以对，所以 EVA 的问题，利润极大的问题呢，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就是 P 乘上 X。X 是他卖的票是卖多少？那其实是他的利润 function 应该要减掉一个 cost 才对。可是题目刚刚有跟我们讲说，就是他 zero fixed cost， 然后 marginal cost 也是 zero， 所以其实他的 cost 就是 zero 就对了。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把 Jane 的 demand quantity demand 就是透过他的 demand function。换成就是 price 的函数，所以你的利润函数呢就一样，就是原本有 p 跟 x 两个变数，在这里我们就把它全部换成只有 p 一个变数。那极大化的时候，你就对这个p 乘上3减 p 这个函数一次微分等于0，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时候最适选择的价格应该要是2/3块钱。可是记得，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就是EVA定价的时候，我们是先预设，它的定价应该要比2块钱还要大，所以这一件，它最后我们算出来的最适定价呢，比2块钱还要小，这件事情就产生矛盾了，所以EVA不可能定价是比2块钱还要大的。好，那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case 分成刚刚就是比2块钱还要大，那2块钱还要大不可能，因为会有矛盾。那接下来呢，你就讨论比2块钱还要小的情况。
所以两块钱，就是依法定价比两块钱还要小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依法的总售票量就会是Jane 的需求加上 Elizabeth 的需求，所以你把它带进去你的利润函数里面呢，就是一样，就是你把 x 写成 p xj 加上 x 1，然后这个 cost 一样，就是透过题目刚刚给我们的线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等于零。那再来呢，你把Jane 的需求量跟 Elizabeth 的需求量透过他们的 demand function 全部一样换成一个 p 的函数，对，那这里你一样可以全部把 p 换成 x 也没问题，那算出来的结果也会是一样。好，那这个换成 p 的函数呢，你对它做取一阶条件的动作，你就可以得到Eva 的最适的定价呢，应该要是四分之五块钱。好，那再检查一下，就是这个四分之五块钱有没有符合，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呢？答案是有的，就是四分之五块钱比两块钱还要小，所以Eva 的最适选择，如果它是定在四分之五块钱的话，就是是可以让它获得最大利润的。好。那一 A 小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一 B 小题的话说 ，Eva 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做一阶差别取价。好，那如果它可以做一阶差别取价的话，它会卖给 Jane 跟 Elizabeth 分别卖多少钱？然后它会对两个人就是取定价多少，分别定价多少钱呢？好。那我们先看，就是先看图形，就是 Elizabeth 跟 Jane 的 demand function 长得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他可以做一阶差别取价的话，就是两个人的 consumer surplus 都会被Eva 吃掉。那如果他们都可以被 Eva 吃掉的话呢，就是这个 surplus 就应该是要被航空公司拿走嘛，所以最后它的定价就要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那对 Elizabeth 来说，就是二乘二除以二，就是两块钱，要定两块钱。那对 Jane 来说呢，就是要三乘三，然后除以二，然后就是二分之九块钱。那他们的提供他多少量呢？若是离散的话的情况，就是比较好想，就是OK， 我零单位，零单位卖他两块钱，然后一单位卖他一块钱，然后两单位卖他零块钱，这样子，然后去把零加一加二计算起来。可是对连续的一个 demand function 来说，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从量的问题转换成值的问题，就是我卖给他整个是三角形的面积，那我最后卖给他的量呢，就是取在就是这个两单位的量的地方。那这时候呢，两单位量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quantity 或者是 quality 都可以。对，好，所以在连续的情况之下，在离散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也可以把 quantity 换成 quality 来想，没问题。好，哎，对不起。所以一 B 的问题呢，charge Jane 就是三乘三除以二，我们刚刚讲就是二分之九块钱，然后 charge Elizabeth 就是两块钱。那他对 Jane 提供的 quantity 或者是 quality 是多少？答案是三单位，就是在能够把他的 consumer surplus 全部吃掉的那个点上面。那对 Elizabeth 提供的 quantity 或者 quality 也是一样，就是要定在能够把它的 consumer surplus 全部吃掉的那个量上面。好，所以一 B 小题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一 C 小题的话，一 C 小题的话，题目要我们说，请我们把二阶差别取价的概念，就是用自己的话讲写下来。好，那二阶差别取价的
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 monopoly 不能知道他面对到什么样的 consumer， 但是他还是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产品。那两种不同的产品以及他分别应该对他们的定价是多少？对，可是他要确保说这两种产品都要是他面对到的就是产品设计给那个客户，然后那个客户要自己去买到那个产品，他要确保这一件事情。对，好，那所以你在二阶差别取价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厂商是要做 screaming 的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就是要确保就是 consumer 会是每种不同类型的 consumer 就是要符合两个rationality 的条件，一个是他个人要有诱因去买，他要就是要买就是厂商提供的产品。那再来就是他的诱因要是对的，要是买到对的产品上面。所以前面那个叫做 individual rationality， 就是消费者可以选择要买产品或不买产品。那答案是我们都希望消费者要买产品嘛。那再来是 incentive compatible， 就是我们希望消费者除了要买之外，还要买到对的产品。对，好。那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呢，如果产品没有做 distortion 的话，就是生产者得到的最大利润理论上就是2A+C。好，那个图呢， 2A+C 的面积就是它卖低阶产品的 quantity 是两单位，然后它能够把就是这个 surplus 全部赚走。好，那可是它为了要确保就是它的 incentive 是正确，就以及还有individual rationality 的话，就是他卖高阶产品势必是要卖 A 加 B 加 C 的钱，可是对高阶的消费者以及就是 Jane 来说，他其实没有诱因去买就是这么好的产品，他只要买低阶产品就好，所以他两个人赚到的就是 surplus， 就是厂商赚到两个人的 surplus， 就是 A 加 C 这两个单位。好，好，所以这是在商品没有在 distortion 的状况之下，就是 high class 的人呢，你可以 charge 他 A 加 C 块钱。好，那 low class 的人你可以 charge 他 A 块钱，那你提供他XH now 的单位的这个产品，那对 low class 的人提供他 HL now 这个单位的产品。那如果他们面对到这样的就是产品的时候呢，看到下面的这个 matrix， 对，好，这个是原本是用 consumer types 来分，然后现在换成是用 product types 来分，就是这是高阶的产品，这是低阶的产品。那这边呢是高阶客户，这是低阶客户。那现在分别考虑到他们的 surplus， 就是高阶客户呢，他可以买高阶产品，那他的 surplus 是 B。那高阶客户也可以买低阶产品，他的 surplus 也是 B。所以他只要买产品他就有 surplus， 这符合 IR 的限制，可是他的 incentive 好像没有让他就是一定要买高阶产品或低阶产品，就是因为他 surplus 都一样。而对低阶的客户来说就是一样，就是他买高阶产品的时候他一定没有 surplus， 甚至他的 surplus 会是负的。那对低阶客户来说，他如果买低阶产品的话，他的 surplus 就是刚好是零。所以其实这样子也是确保他说就是我买跟不买好像一样好，所以有可能会买。那再来的话，他是买到对的产品，是，就是如果他买的话呢，他不会买高阶产品，他会买低阶产品，因为低阶产品的 surplus 比高阶的产品 surplus 还要大。那你可以再回到这个图上面再看一下，就是二阶差异取价还没有商品 distortion 的状况之下，就是消费者的利润的 surplus 在哪里，然后生产者的 surplus 在哪里，然后大家会讲这件事情。好，那生产者就是厂商还是会想要尽可能就是赚取更多的 surplus 嘛。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常常要做的事情是做 distortion 的动作，就是把低阶的产品卖得更便宜或卖得更烂，然后高阶的产品就是可以 charge 更多的价钱。那这个时候呢，一样就是要让厂商，要让消费者去确保他符合 IR 跟IC 的两个条件的情况之下呢，厂商可以得到的 surplus 就从原本是2A 加 C， 然后会变成 2A plus 加 C， 加上B 的部分呢是让产品，是可以小 B 的部分呢是更多可以获取的利润，然后 A 的部分呢是让低阶产品变烂的这部分的利润。对，好，那我觉得一样可以换到就是这个图上面来看，就是你在做 distortion 的时候呢，就是让低阶产品的 quantity 下降， quantity 或 quality 下降，然后但是同时你对它的定价也要就是降低。好，那高阶产品的话呢，就是低阶产品定价下降的话，高阶产品这个时候可以赚取到的利就是 surplus 会上升，那上升变化的部分是在小 B 的这个面积的部分。好，那回到这个图上呢，你可以看就是如果 consumer type 提供的产品就是 high class 从 A 加 C 变成A 加 B， 小 B 加小 A 加上大 C charge 它这么多，然后 low consumer low class consumer 就是从 A 跑到 A plus 这么低的话，就是你再去分析 consumer 的 surplus， 你会发现 high end high class 的这个客户呢，他一样就是会符合 IR 跟 IC 的条件，让他购买两个商品一样好，而且好像有购买会比没购买还要好。那 low end 的客户来说，一样他买 low end 的产品的时候呢，就是他的 surplus 会是零，但是这个零跟他不买会一样好。但如果他买高阶产品的时候呢，他的 surplus 会是负的，所以他一定不可能买高阶产品。所以他 low end 的客户买 low end 的产品的IR 跟 IC 是都符合的，对。那你这一页的图就是去推导出原本的 producer surplus 跟后来的 producer surplus 的关系是什么？那原本的 producer surplus 加上两块面积，一块是小 A 负的小 A， 一块是正的小 B， 那其实就是等于后来的 producer surplus 啊，这个东西你可以再回去证明，对。好，那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要取小 A 跟小 B 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个厂商的利润才会就是 surplus 才会极大化呢？那你会发现，就是小 A 跟小 B 的变化，它的 marginal change 的变化呢，其实分别可以拿两个线段来逼近，就是小 B 的变化是由 I 这个线段来决定，然后小 A 的变化是由 J 这个线段来决定。所以，下一页，对不起。所以 marginal A 的变化呢，跟 marginal B 的变化，我们就可以拿线段 I 跟线段 J 的变化来趋近它。好，所以如果线段 I 跟线段 J 的变化来趋近它的话呢，在他们两个变化一样的地方，应该就会是 producer surplus 最大的地方。好，所以 Richard 问说，对，如果你要是离散的话，你的一阶差别取价的时候，你最后取价的提供的那个总量的单位，你就要是零乘上，零加一加二，对。好，那一滴小题的话，一滴小题就
是其实就是把二阶差异取价算出它最后的结果是多少。那高阶产品的这个量一样是不变，就是三单位。好，那接下来题目要我们算出来，就是高阶产品的定价要是多少，然后以及低阶产品的量跟低阶产品的定价要是多少。好，那高阶产品的量是三单位这部分就是就不动就好了。那低阶产品的量跟定价要是多少呢？就是透过我们刚刚线段 I 跟线段 J 相等的地方，那你就把它线段 I 跟线段 J 相等的地方设成是 X1 嘛，那你把 X1 带回去，它的分别带回去 Elizabeth 的 demand function 以及Jane 的 demand function， 然后你知道线段 I 跟线段 J 相等的话，你把 X 带回去Jane 的 demand function， 你得到是 I 加 J 嘛，所以线段相等的话 I 的大小就会是 I 加 J 的大小的一半。好，对，换到这一页，这里二分之一就是是因为它是 I 加 J 的大小的一半得来的，所以最后你就可以得到对于低阶产品的定它的量或者是它的品质的定位要是多少，就是一单位。好，那再来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就是算出它的 area A plan 是多少，就是低阶产品的定价要是多少。那答案是二分之三。那再来高阶产品的定价呢，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它低阶产品的定价加上 C 加上 A 加 B 的面积。好，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张图，对啊 ，C 加上 A 加 B 的面，就是对于高阶产品的定价，就是 A plan 加上 A 小 A 加上小 B 加上 C 的面积。好，答案就是二分之七。所以第一小题题目要我们算的东西全部都算出来了，就是这样子。好，希望没有什么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再停一下，就我们会发现说，原本我们在处理的部分其实是生产者理论的部分，我们已经走到 industrial supply 了，可是光是competitive market 好像不足以处理，就是我们生活中面对到许多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学的就是 monopoly 跟 monopoly behavior 算是一个延伸，就是 competitive market 延伸出来的学理论。对，那我们一样想办法再补强，就是 competitive market 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对。那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在复习这几个章节的时候，不要就是觉得很混淆，为什么一下子是 competitive， 然后一下子就是又变成是厂商可以自己定价。好，那最后呢，我们应该就把第二题讲完就好了。好，那作业三的第二题呢，他说现在有两个一样的。冰淇淋摊贩呢，他们可以决定在一个圆形的海滩上面，就是卖他们冰淇淋，然后消费者是平均的分散在这个海滩上面。好，那看一下哦 ，if more than 好，如果题目有跟我们说，如果超过一个厂商，决定在某个地方的话，超过一个摊贩决定在某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他就会把这个圆形上面的客户就是平均的分摊掉。好，那他们是同时决定他们要在哪里卖东西的，就是题目跟我们讲说他是 simultaneously
locate。 好，那题目二我们就是找到所有的 Nash equilibrium。 好，那这一题就非常的简单，就是其实我们只要考虑两种情况就好了。一种情况是说，如果两个厂商都选择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就是 A 跟 B 两个冰淇淋的摊贩，他们都选择在这个点的话，那他们有没有诱因去改变他们的这个决定呢？答案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时候 A 跟 B 呢都平均的分掉了，就是弧形的一半的客户，所以他们都这是他们最利润最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分到的客户。好，那如果是他们两个是分在不同点的话呢，他们有没有诱因去跟移动他们的位置？答案也是没有的，因为客户都会找他们离他们最近的冰淇淋摊贩。好，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呢，一样是整个圆的一半就是会被其中一个摊贩分掉，那圆的另外一半会被另外一个摊贩分掉，所以他们也是都获得了他们最大能够获得的客户，所以这两个厂商如果是 locate 在不同的位置的话，没有一个厂商有 incentive 去改变他们的这个选择，所以他们的 Nash 均衡，也就是他们的最适选择呢，不管是两个人选择在同一个点，或者两个选择在不同点，都可以是他们的最适选择。好，那2A 的部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呢，现在也没有2A 啦，就是第二题，其实就是前半部是两个厂商，然后后半部是三个厂商。好，三个冰淇淋摊贩。好，那三个冰淇淋摊贩的话，要怎么样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跟 Oligopoly 那边的逻辑一样，就是我们要先从原本有两个厂商先选择好，然后第三个厂商再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出发。那如果原本两个厂商先选择好的话，就是有哪些情况呢？一种情况是他们前面两个 vendor 先选择同一个点，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前面两个 vendor 是选择不同的点，然后再来我们再想说第三个 vendor 会怎么样选择，然后第三个 vendor 选完以后，这三个 vendor 有没有诱因去改变他们的策略。好，那我们讲第一个，就是如果 AB 都选择同一个点，然后第三个 vendor 会选择哪一个点？第三个 vendor 呢，其实选择哪个点都没差，因为他选择哪一个点都可以跟 AB 一起平分，就是整个湖上面的客户，所以第三个厂商选择哪两个点的状况都一样。对，好，那接下来讨论第二种状况，就是 AB 原本选择两个不同的点。好，那第三个厂商会选择哪一个点呢？他有没有可能选择就是我知道湖被 AB 分成两半，就是一个叫猎湖，一个叫幽湖。那第三个厂商有没有可能选择在 AB 的猎湖的这块区域呢？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选择在猎湖这块区域的话，他就只能从猎湖这块的 consumer 去分他的利润。那可是如果他选择在幽湖这块区域的话，这是 OK 的，就是他就可以从幽湖的这比较大的这一块面积去取一半，然后去得到他的最大利润。好，所以这个情况会有一个均衡可以找到。那再回来说，就是如果 AB 都选择同一个点的话，他们 AB 有没有诱因去改变他们的位置呢？如果 AB 改变他的位置的话，其实那个 case 就会跑过来变成就是左边这个 case， 那 AB 就变成不同两个点了。所以就算 AB 选择同一个点，他们有 incentive 去改变他们的位置，再来他们的问题一样会落到左边我们刚刚讨论的情况，那一样会得到一个Nash equilibrium。 对，好，所以第二题的部分呢，我们就
就是一样要分 case 去讨论它的均衡解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你要先从先给定有一个人先选择，然后另外一个人再讨论他的选择。那接下来你要再回到第一个人的情况，看看他有没有诱因去改变他原本选做出来的那个选择。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是一个 Nash Equilibrium。 那如果有的话呢，他就不是，他就一个 Improvement 可以去改善他。好，那第二份作业的讲，第三份作业的讲解今天就先到这里。那第三份作业的第三题呢，应该会留到期中考或期中考后再来一并讲解。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期中考时间是下个礼拜一的下午1:20开始，然后章节是18到27章。那接下来就是我跟老师的 U Meeting Hour 时间，那你们可以留在这里，或者是去 U Meeting， 就是找老师问问题。然后这周三不会有 U Meeting Hour， 然后礼拜五下午5点前的信我尽量都会回复。好，那就祝大家期中考试顺利。等我一下，我上个厕所，等一下回来。好，来均衡解，看一下哦。其实我觉得均衡解应该是只有左边这个图形才不会有任何厂商有 incentive 要移动。像刚刚有人问说有没有可能三个都在同一个点，就是三个厂商都落在同一个点，其实应该从三个厂商都落在同一个点开始讨论啦。如果他们都落在同一个点 ，A、B、C 都落在同一个点，其实每个人都有 incentive， 就是往旁边移一点。他往旁边移一点的话，都会变成就是剩下两个人在同一个点，然后第三个人在不同点的情况。然后我们又说第三个人在不同点的话，其实 B、C。又有一个人有 incentive 去改变他的位置，所以 BC 有一个人有 incentive 去改变他的位置，移到这里，所以他的 equilibrium 应该会是全部都是在就是左边刚刚那个图的左边那个情况才是它的最终的 equilibrium， 这个时候才不会有人想要去移动它的位置。那这个点要怎么找呢？就是你随便画一个，随便画一个通过圆心的点，然后不会有三个厂商全部落在同一边的情况，它就会是均衡。就是你这样随便乱切，就是原本永远都只有一个跟两个，或者是一个跟两个，或者是
上切的话就只有一个跟两个，这样才是它的 Nash 均衡结。C 还是会一半，哎，等一下，所以。浩宇说：“有没有可能三个都在同一个点？”答案是不可能的。好，如果改成直线的话，厂三家厂商是不是就不会有均衡的？改成是直线的话，应该还是有吧。直线的情况，上次老师在老师的那个 hotel model 已经讨论过了。然后，所以我猜他的 equilibrium 还是三家厂商都在同一个点才是他的 equilibrium， 就是 A、B、C 都在同一个点。因为如果 A、B 在不同点的话 ，C 就有诱因去改变它的位置，或者 B 也有诱因去改变它的位置，它移过来的话，它就可以分到更多的消费者，对。所以它的唯一一个三个都没有诱因去改变它的位置的，我猜应该会是 A、B、C 都在同一个点，然后但是 A、B、C 在线段上哪一个点就是都 OK 这样子。好，亚奇第二题，三个厂商那里。对，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对 ，A、B 获得四分之，哎，等一下，我看一下 ，A、B 各获得四分之一。对啊，所以我说 ，Rachel， 我说，所以那个情况之下，他大家还是有诱因，其实会是往上面这个情况下跑，会是往三个，就是你随便乱切一条线，然后没有三个厂商会在同一边。然后 Clear 康问说，为什么 I 等于 J 代表两个人的 demand 是一样？没有 I 等于 J 没有代表两个人的 demand 是一样。你再回去看一下，这里 I 等于 J 是代表小面积 A 跟小面积的 marginal change 是一样，然后是让厂商的利润 surplus 是极大的。对，所以不是两个人的 demand 是一样的。好，然后 Rich 云修，你再回去看一下，我的投影片写的会是，我的投影片写的跟老师写的意思是一样的，对。Distortion 低阶产品 distortion， 你的量也一定要改变啊。对，如果你低阶产品去对它做 distortion 的话，你的量跟它的价格都会改变。那 epsilon 是什么？这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但我跟老师的推导是一样的，只是我写的比较详细一点而已。好，第二题选同一个点，为什么 C 还会是一半？第二题选同一个点。
这就要看消费者怎么移动啊。消费者会选择最近的厂商啊，那他选择 A 跟 B, 他只有四分之一会跑到，他只有一半的人会跑到 A、B 厂商，因为这一半的人来说，对 A、B 厂商，A、B 厂商对他们来说比较接近，然后这一半的人来说，另外一半的人来说 ，C 厂商对他们来说比较接近，可是 A、B 厂商又要把这一半的这个湖去分一半，因为他消费者只会买一个冰淇淋而已，所以他只要跟一个人买冰淇淋，所以他得到面积会是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好，浩宇问说，可是，在不同点跟同个点，不是都分到？没有。没有，如果是在不同点的话，这个湖 FA 这个湖有一半会跑到 A， 有一半会跑到 F， 然后 FB 这个湖有一半会跑到 FB 的湖，有一半会跑到 F， 有一半会跑到 B， 然后最后这个湖。A、B 这个湖有一半会跑到 A， 有一半会跑到 B， 所以应该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可以再回去检查一下。然后如果线通过 C 原点 A，C 原点 A。好像不太行，你的那个状况不行，因为 B 一定会落在其中一边，然后它落在其中一边的话，那个状况好像可以，等一下。你是说 A、B 刚好落在这里嘛？然后 C 一定要选择其中一边嘛？然后这时候 B 有没有 incentive 去移动？好像有B 往这里的话可以吃掉更多，所以那个邓凯荣嘛，就是你说的那个 case 好像不行。因为那个时候 B 或 A 都有 incentive 要移动。凯荣，你刚刚说就是 A、B 如果是通过落在通过原点，然后 C 一定要选择其中一边，那这样的话 A 跟 B 都有 incentive 往另外一边移动，所以这个情况不是 equilibrium， 就是它一定要移动到那个直径切过的那一条线，不会有任何一边有超过两个 vendor。好。大家还有问题吗？第四题的 B， 看一下请说。
homework 2， 对不起。等下我找一下。第四题的 B， 在哪？你应该是讲第四题的 D 吧？第四题的 D， 第四题的 D 的那个，P 减一就是在 P 减一大于五块钱的时候会成立的 cost 啊，不，这是 consumption 啊 ，consumption。Lady P 的 consumption 是他赚到的价钱乘上，他工作的时间，他工作时间就是24小时，减掉他休闲的时间，这是休闲的时间，这就是他的 working hour 啊，所以他能够消费的总量，就是他赚到的薪水乘上他的工作时间，就这样子而已。consumption 就是这样的，它的 consumption 的量就是它的时薪是这样子，然后乘上它的 leisure 的量，这里是它卖一个 silver purse 的钱吧，然后这个是一个 silver purse 的 cost， 就是一个耳朵的价钱。不过这一题一样就是，其实是要把你原本极大化问题有超过三个变数，然后我们要把它化简成只有两个变数，它原本是 C 跟 R 跟工作时间吧，24减 R 工作时间。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对，因为这个是 utility function， 但其实对啊，是 utility function， 所以你就consumption 跟 leisure 的替代的关系，把它求出来就可以知道它的最适选择会选择多少。大家还有问题吗？
哦，没有的话，我来上传解答。卓越解答案。Sorry.
好了，上传完了。一二四题的解答已经在库上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拜拜。